今天这么正哦，哈，终于有一个吃货的人出来讲句公道话了呢。厂商还有把你做工读生，不是工读生啦，他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吧。哦，没想到我会在这一台晕船，各位，我没有梦回2018的感觉。这个人是谁？是我啊，郝立德，大家最喜欢的、最优质的、讲话最有内涵的、颜值最顶的月主播啊！讲话的部分不能够给过啊！那我要先把麦关掉了，是不是？啊！扑通，有人丢水沟。那个家人感觉我想要一个，要去哪里领养呢？等一下就可以领养了。这个是异世界兽娘后宫养成游戏。这个游戏基本上它就是比较轻松的游戏，它有点像是跟你的后宫们过一个快乐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你的家人，你都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，要什么属性有什么属性呢、啊、各位。我原本想要穿这一个，你看它有那个不受控制呢。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老婆的话，来这个游戏包准你可以满足你的需求，里面呢什么属性都有。来打开，哈，等一下，刚刚有地震吗？哎，有没有地震我不知道。还有独角兽是不是？哎，好想要这些哦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没有这些啊 ？Oh my god！ 你看它有很多东西哦，它有羁绊，然后亲密度，还有加护力，你可以跟它培养感情。感情到一定的程度，你知道跟人相处到一定的程度，就可以做一些更亲密的事情，比如说去约会，对不对？这些要怎么取得呢？等一下我们要去那个抽卡抽看看。这感觉就是比较清纯可爱的阳光少女那一种。这里也是不受控制的呢，哎，这个好赞哦！这里有羊哎，卷角服务生啊，我应该要穿这个的，我不知道有这个角色哦。原来这个游戏这么有料啊，里面有这么多有料的角色哦，有大图哎。有欸，这个应该是狗狗的部分，所以你如果解锁了之后，它会有各个不一样的约会图鉴，然后可以打开，还有随机约会哦，跟迪亚一起呼吸新鲜，不是、啊、迪亚是哦，迪亚是你是不是？不好意思。哎，有欸，我跟他的亲密度现在是100，然后这个色色的是360，哎，这个到底可不可以点开啊？这个真的很色欸，这个真的很不错欸。聊天室，我们现在一条心对吧？不可能检举我吧？我现在介绍了这个这么棒的游戏给各位，你们不可能检举我的吧？有没有？这就是你们一起生活的这个村庄。顺便跟大家一提，我是转身到这个世界来的，然后我是一个姑姑。这个是我。我最一开始原本，你看我转身来这里的时候是这样，然后我这姑姑会变帅哦，我这个姑姑还会头上有一个小姑姑，看起来很色吗？哪会啊，我们这个是健康的好玩游戏好不好？我就只是跟很多个老婆、很多个后宫一起生活，一起体验人生。许愿精灵也要穿那么少是不是？谢啦，感谢你湖中女神，你现在这个水喷得很高哦。遇到无家可归的流浪儿，你和布利基决定收养他。哈，我们还可以收养孩子，哎，这个还可以生孩子哦。光源式计划，不是光源式计划，不要那边胡说八道。然后这个就是学校的部分，它基本上每一个都有东西可以玩。然后有这个惊叹号，你也可以去看他要做些什么东西，他会跟你对话，然后就会触发事件。现在方便吗？月薪现在方便吗？很熟是不是？哦，这有这么多可以选哦。哦，他那个绳子，等一下，他那个绳子这样子绑在那边好像不行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。哦，这个好好看哦，要怎么拿到这个？迷宫进度达到火山温泉，这个就是要去爬塔是不是？要玩那个龙城，然后要去推他的那个迷宫的进度，这个超香的耶！他把衣服挂在这边，然后他们会在这边泡澡，哦，超级香。泳池台不分现代还是异世界，都是真的赞。对啊，很棒哎！目前进度是88抽，哦，这个是160，所以160抽可以换这个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马上出发，不用跟我讲那么多。我刚刚是多少？88了。哎，那我有办法抽到160吗？我应该够吧，我应该够160吧。
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、欸，出了两个角色、欸，哎，这个角色也太容易出了吧？还是我是真的晒得离谱吧？等一下，先不要跟我讲那么多，我要先去把那个160的给换出来。哦，直接实抽出两只角色，有哎、欸，这样子165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把它给领出来。哇，这个腿！主卸下了骑士的装束，换上华服，袒露自己的另一面，以难得一见的真心。对嘛，对嘛，对嘛，这个游戏阿内就丢啊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赶快下载一下了吧，各位，要下载，要下载，这个实在是太香了，这个没有办法抗拒。哎，其实它原本的这个 skin。也挺好看的、啊、但这个也蛮好看的。外面的约会就可以出现新的 CG 了，随机约会和吉娜去野餐哦。然后我要抽到那个，我要抽到这个是不是？和弗雷亚一起睡懒觉，要一起睡觉，一起睡觉，好玩好玩，要睡觉。布利，哎，有了，解锁新故事，拉着你到外面去吹风。差点看错，这个缎带好像有点要掉不掉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帮我系一下，差不多就好了。是要拉拉链吗？哇，为什么这看起来要拉拉链？拉的拉链拉不起来，是不是啊？回去就是跟他的两人世界了。有哎、欸，这样子就解开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新的，香香香香香香。这个很值得解锁吧，聊天室。那这样子，其他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好想知道。这个游戏的系统好像有点多、哦，一时之间好像没办法把它给玩完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黑丝袜，破掉的黑丝袜。对于小蘑菇你来讲，可能我不许你说我是小蘑菇，我看你是没有看过我的大眼蛇。小蘑菇真是大胆，在这样的日子主动向我靠近。宇宙神游，各位赶紧下载，不用讲那么多了。异世界奇妙生活，我的超人在他的主导之下度过了难忘的一夜，就是我想的那样吗？请问一下，这就是我想的那样吗？就是77777777。送礼物的会看色图才真的香，不是？你们打开这个游戏，全部都只在意色图吗？不是吧？我们这个游戏是很有内涵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里面的游戏内容相当的丰富，系统很多元，你就可以去里面养成，还可以去种植，然后可以去触发事件，可以认识新的朋友，可以跟他们增加好感度，然后可以约会，有小孩，然后去上学这样子，不是？你们不要这么肤浅，好不好？